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无限获得这个季度物品助产项。其实很简单的，首先呢，你随便传送去一个绿旗的控制点，到了之后呢，直接找指挥官捐赠一点物资，然后你会发现左下角呢提示你已经获得了季度物品助产项。接下来你就立马注销，注销完了之后重新上线，上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重生在了刚刚那个据点，所以说又可以捐赠资源，又可以获得季度物品助产项了，就是这么重复一个流程。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，刷不刷取决于你。如果你要刷的话，那就抓紧时间，说不定马上就要被修复了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刷得愉快啊！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、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